都可以剪，差不多这样的直径就可以剪。这个可以吃，还气气不要紧。在家中买下来回归呀，提来吃，这不是农产品的试吃会。是南华大学的老师为着要让大学生认识农业，特别带领因来到台西参观文社。永续农业的通识课程，那所以这个学生的包括不同科系、不同年级的，那我们希望呢，借由这个。除了课堂以外的知识，那同时也带他们到实际到产地来了解这个农民他们耕作的一些理念，那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做无毒做有机，或许他们将来不会成为农夫，但是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消费者。部分的大学生也体验过农村的生活，更加不用说要在家中买下来回归呀，提来吃送给你吃哦，真的就可以吃，直接吃一下，吃一下，它很脆，然后有甜甜的味道，然后香气够哦，闻到它的味道，香气够。因为平常并没有办法去接触这些农产品，那我们刚刚就是有实地上的去走在那个土地上面，然后亲自种植，我觉得这跟以往就是你直接看到菜到你面前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。从城市来到乡下，体验农村乡的生活，促进大自然的感觉，还蛮不错的。地下生离开都市来到沿海偏乡，实现农业的一切，了解作物为产地到厨房的过程，这样一直都是农民想要推广的。介绍他们有机的观念，从产地到餐桌这些观念给我的这些消费者，来让他们深深体会，从种植到种植到收成这个阶段，并且给他们去尝试。农民推广无毒的栽种，提供温室给大家参观，透过简单的农村生活体验，进一步带动农业的发展，也让大家重视爱护这片土地。记者吴永平采访报道。